第五届香港东亚运动会闭幕，运动会嘅会期随即移交俾下届主办城市天津嘅代表。由陈坤杰讲下闭幕礼嘅情况。 国之代表团进场，国家队由林丹做持旗手，佢哋今届以113面金牌高举奖牌榜。香港就由桌球手陈国铭持旗，港队今届攞到26金，排第四位。第五届东亚运动会闭幕。 个人夺3金嘅壁球手赵永贤、港协暨奥委会会长霍震霆、民政事务局局长曾德成将东亚运会期转交下届主办城市天津嘅代表。任务完成，渐渐熄灭。香港创造咗传奇一刻，一连9日嘅东亚运结束。 天津时刻上演，透过京剧同舞蹈，将当地嘅色彩花卉海洋呈现。天津东亚运又有冇咁传奇呢？2013年就知道啦。有线电视记者陈坤杰报道。